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是 Lino， 我非常开心我可以站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诗敬拜。当我们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你可以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去明白，更加的明白你。也求你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了解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的，你可以赐福于我们，在这个早晨，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求你当，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你可以与他们同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这个早晨，当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呢，透过主耶稣，他给了我们信心，一个可以在面对挑战时属灵上增长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忍耐的一个信心。在前几个星期，我们呢在圣经里面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他们呢经历了被逼迫，有些人呢，他们的信心呢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试炼的。有些人呢，他们会因此离开他们的信心。可是当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他们如何的去忍耐，如何的去在经历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去依靠上帝，他们也变成了其他教会可以去学习的榜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去明白为什么这些教会他们是如何被逼迫，可是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许没有受到这个逼迫，可是我们呢会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刻，这些困难的时刻会挑战我们，可是我们感谢，是因为在主里的这个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中呢更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早晨，我要带领大家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唱到我们呢在圣经上所说的、所学习到的一切，我们都要去紧握，因为这些呢是上帝的话语。这个诗歌呢，他把圣经呢比喻成呢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承诺。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去知道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还有呢去依靠这个诺言，让我们呢去依靠上帝。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坚立在应许上。
如果有一个时间呢，是我们的信心会被试炼的，也许不是像在圣经里面的这些教会一样，可是呢，就让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当成我们的鼓励，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的爱，我们的忍耐，我们的信心呢可以去增长。在九月十月，我们呢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信心的这个教训。我们的信心呢是应该要属灵上去成长的。我们已经读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他们如何的去增长他们的信心，尽管他们受到逼迫，可是他们的信心呢是大大的增长的。也因为这个增长，他们学习到如何的去忍耐。我们现在首诗歌唱到的是说到呢，我们呢要有信心在这个公义的神里面，因为这个公义的神呢他会秉持着正义，尽管我们呢会经历很多的挑战，他还是会在那里与我们同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在经历逼迫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学习忍耐，他们也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就是依靠上帝。在一个国家像澳洲一样，这里的教会呢，他们不会遇到逼迫。我们呢读到了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他们经历的，他们为了他们信心而受苦，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明白这是多么的困难，因为呢也许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呢要在精神上呢去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呢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被试验。上帝他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去忍耐这些困难的时刻。帖撒罗尼迦这间教会呢，他们呢就是经历了这些，然后呢可以配得相称这个主的这个王国。上帝呢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经历很多的挣扎的时候，他会聆听我们的祷告。也是透过这样的挣扎，我们呢可以呢挑战我们自己，去学习如何的去忍耐，如何的去依靠上帝，让我们的信心呢可以去增长。这首呢是我们的最后首诗歌，让我们呢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站立唱这首诗歌，当幸福神。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合唱，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Chris 牧师。谢谢 Lino。在我们阅读今天早上我们要阅读的经文之前，我们呢要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因为呢我们这里呢会看到了我们要学到的就是呢信心上带给我们的忍耐，这是不容易的，怎么样的去忍耐去坚持，也是透过这样的时刻，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时刻呢，过了一阵子你觉得很累，你都已经呢不理睬了，是非常困难的，当问题不是很好的解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坚持下去，我们看到的是长远的这个问题，而不是短暂的。我们时常会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可以坚持到底？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如何的可以靠着我们的信心去坚持到底。我们现在要来开始祷告。我希望呢，你们可以和我一起祷告，来向Uncle Andy 祷告，因为他最近状况不是很好。我在星期一去看他，我也为安迪莱亨祷告，他的妻子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有淋巴癌，这个淋巴癌呢已经呢蔓延到了他的脑部去，我们不知道他几时呢会过世，医生也说你在这样的时刻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呢治疗你了，他们已经尽力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很坦白的跟家人说他的时候要到了。另外一个我们要去思想到的就是Beth 还有 John，他们呢有来和我们敬拜的。在星期五他呢就得了这个，他就中风，然后呢 Andy Beth 呢他呢是有进展的，可是他没有办法过来，让我们呢就一起在我们的祷告中纪念他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一直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当我们无助，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关于我们的爱的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去依靠你，去看向你，去寻求你，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怜悯。我们呢如何呢，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帮助我们呢去关爱，去伸出双手去帮助，在尽管这么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去称颂你，透过我们的信心，我们也纪念到 Uncle Andy 还有 Andy Beth， 把他们呢交在你的手中，生命呢是非常的脆弱的，我们求你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呢我们的生与死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呢要做的就是去依靠你，也求你呢可以呢来刚强我们的信心，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呢去意识到我们在生命的短暂，还有你赐予我们的这条生命，让我们的这条生命呢是在你的眼中呢是受到喜悦的，也求你呢可以赐福于我们，当我们继续的去学习信心，我们可以更加的去知道我们如何的来去增长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们。现在呢我们要来翻到我们的圣经。Let's turn to
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呢之前呢是阅读了帖撒罗尼迦，是看到呢这些教会呢，他们我们观察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有的信心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特征？我们看到了信心的功夫，我们看到了因爱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所存的忍耐。我们看到了忍耐、爱和信心。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呢是一个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看到他们有同样的这个特征。第三节读到，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因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里呢，一样的说到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这个不是特别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才有的，不是只有他们才拥有的，这是非常普遍的。这里的普遍呢，是说到呢，这个呢，就是呢最基本，最基本来去证明你的救恩的。你如何看到一个人是被救了呢？被救赎了，第一。你会看到他们呢会去增强去练习他们的信心。第二，你会看到他们的心中会有爱心。第三，你会看到他们会在主里存有盼望。你要一直去看，一直去审查自己是否有这三样。当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呢是非常个人的。为什么说到个人呢？因为他这个信心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因为如果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那他有没有去影响我们的生命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问自己，你是否有一个真诚的信心？当然这里看到哥罗西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所以保罗才会说感谢神。现在我们要翻回去帖撒罗尼迦，因为我们这里呢要特别的在这个早晨看。这里有说到的信心，那信心呢是应该要被增长的。你的这个信心呢，可以在你所做的功夫、你所受的劳苦而看到。那盼望呢，会让你存有忍耐。那你如何的去增长、去培养上帝所赐予你的这个信心呢？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是对的。信心是一个礼物吗？是的。那我们接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证明又是什么？信心、爱心和盼望，这就是救恩的这个证明。因为救恩是透过上帝的恩典所赐予给我们的。那你有了这个信心，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培养它。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他们呢就大大的去增长了他们的信心。这也是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去好好的去增长我们的信心，让它强大，让它更加的深。它要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让我们呢更加的可以更加的有效力的去服侍上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每一个呢都是我们要去增长的。为什么是重要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增长呢？因为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一直都会有问题，一直都会有难题。我们不要以为呢，我们的信心会很自然、很自动的去增长，没有东西是会很自动的去增长的。如果你经历的逼迫，那你的信心就会强大，这是错的，这是不正确的一个概念。那些门徒，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一个呢他背叛了，一个呢否认了，其他的呢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他们的信心没有强大。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信心呢会自动的来救你，因为你有信心。当我们经历问题的时候，问题呢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到，它可以是一个受苦难的一个问题，就好像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他们经历的难题呢就是被逼迫。我们也许没有受到逼迫，可是我们一直都会有敌人，都会有反对我们的人，会有反对基督徒的人，都会有反对信心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是在外面的人。那你如何去面对呢？一直都会有受苦难的这个难题，也可以呢是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大得你喘不过气，很多问题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到你的生命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呢要去增长我们的信心，要好好的、刚强的去增长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想到信心呢是自己不做任何努力就会去增长的。有些事情呢会去鼓励我们的信心让它增长，也有些事情呢会去阻止我们的信心增长，这是我们要去分辨的。我呢在最好的果园买了最好的一个橘子树，我在去吃那个试吃那个橘子树，非常的甜，然后把它带回家，我的橘子没有生，只有生叶子而已，果实有结一点点，可是当风一吹，所有的果实都掉在地上，然后过后呢我就把那个树砍掉了。所以这是信心一样的，你不要觉得你栽种了它就自然而然的会去增长，没有东西呢是你不用努力它就增长的。你要知道阻止你信心增长的是什么，帮助你信心增长的又是什么，是什么可以让你结果实，这和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知道什么阻止我们的信心增长，有些阻止我们的呢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有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我们要知道可以帮助我们去忍耐的是什么呢？这里的重点是这两个字，忍耐。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呢？如果没有忍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忍耐，我们开始了一件事情，当它变得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在大学认识的一个大一的一个学生，他读的呢是关于建筑，因为太难他就去读了工程，太难他又去读了商科。他读遍了所有西澳的大学，然后非常不幸的他最后呢就放弃了，然后回去了新加坡去当兵。他之前呢要来读书是因为他不想当兵，
可是这是还没有办法逃离的。我们的心里每次呢都去寻找捷径。如果你寻找捷径的话，那你没有办法去学习到忍耐。那我们如何的去学习忍耐呢？到现在呢，我们要忍耐。我们的州长告诉我们，我们的界限还是关闭的，到明年的四月。我们以为呢，我们十二月，我们的边界会开，可是现在呢，要到四月。然后他们说呢，你不要停止，因为呢，这是非常困难的，是不可能容易的。所以我去和那些海外留学生说话，有些学生呢，他们就的朋友呢，他们回去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坚持，他们只是想回家，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去学习忍耐。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忍耐呢？没有一个英文字呢，可以呢去完完全全的去表明到忍耐的这个意义。有时候呢是非常难的去找到，就好像我们的翻译员，他们也是去找到这些字呢来适合。这里呢说到的这个字呢是耐心。在耐心和忍耐这里有什么差别呢？因为耐心这个字呢是在忍耐里面是有意思的，可是在英文他们这个字眼，他们这个单字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我们不只是要有耐心，我们也需要去容忍，所以才有忍耐这个词。如果你耐心的话，就是你只是当下耐心，耐心是会你会结束的。有些人他们可以耐心五分钟，有些呢是三十秒。有些当那个交通灯从红色变去青色，在十秒里面你没有向前的话，后面就会向你去打这个底。现在的年轻人有些很多没有耐心，我现在就要我呢要在奶茶店打工，然后我要变有钱。我们呢需要呢去学习，我们呢要有耐心。有些老人呢他们没有办法选择，他们只可以有耐心。我们要去看医生，这些都是要有耐心的。我带 Auntie Kev 呢去看医生，他的有那个皮肤癌，还有皮肤的一部分要去切割，因为没有人带他去，所以我就说我会带你去。然后我呢就带他去看他的伤口，等了半个小时。然后那个护士看到了，就换了那个胶布，然后又带回去，把他带回到养老院。然后下个星期同样的事情又在重复的做，每个过程呢都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你需要有耐心的，你才可以做到。那我就和他说，医生说你不用再回来了，然后他就非常的开心，开心的庆祝。他说呢，这是我这个月里面听到最好的消息。这是非常困难的，你要有这个耐心。你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去说你已经掌控了这个耐心。那我们如何的去增长我们的耐心，让我们更有耐心呢？我们要去忍耐。
忍耐呢，这个字呢是让你可以呢去长久的，耐心呢是当下的，可是忍耐呢是长久的，它是让你可以坚持的。那我们如何的去学习忍耐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你会看到这里呢，我们呢在盼望，在主耶稣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呢里面呢找到了这个耐心，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呢是存在这个盼望里面的。盼望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有信心。盼望是让你看得到未来的。这个盼望不是在你自己里面，也不是盼望它最好，不是说到你的希望。这里所说到的盼望呢是在主耶稣里面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盼望。我们把这个简称为呢，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呢，它是和主耶稣基督他再次降临呢是有联系的，是说到未来，不是现在的这个希望，而是说到主耶稣他再次降临的时候，这里是有联系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在心中，在我们的脑中要有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可以帮助我们去忍耐。我们在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可以读到的，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个呢，就是耶稣他从他们呢，让我们呢不受到这个判决来救我们。我们就把这个呢是说到呢主耶稣他的再次的这个降临。那主耶稣他再次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翻到第四章。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心，这个盼望，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忍耐。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盼望，那我们就会放弃。因为有了这个盼望，盼望知道呢，我们的主耶稣会再次的降临，我们才可以坚持下去。那主耶稣他再次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在第四章第十三节这里读到，这是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这个葬礼上面呢，我们呢学到的。我们呢要彼此用这样的话语去鼓励彼此，安慰彼此。这里呢是说到与主耶稣他再次降临是有关系的。那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呢，这些信他的人呢也会一同复活了。那些呢在主里面死的人呢，他们也会因此与主呢一同复活。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在主耶稣里面的。在十三节这里读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里所说到的指望是什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这里是说到我们的这一个复活，我们的身体是会腐化的，可是我们呢会在主耶稣里面呢有一个新的身体。主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就是第一个果实。我们也同样的会与他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家，那就是在我们的天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那当主耶稣再次降临，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现在呢，我们要翻到《帖撒罗尼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到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些邪恶的人身上会带来的审判。那些在主里面去接受主的人呢，他们会一同复活，而那些拒绝的，他们选择黑暗的，选择不公义的，他们就会面临审判。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不必再面对死亡，没有撒旦，没有邪恶。这就是我们忍耐下去的这个动力，这个原因。在黑暗当中，在死亡当中，在邪恶当中，是什么让我们坚持呢？就是这一个盼望。这也是帖撒罗尼迦这间教会他们坚持下去的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呢会去审判，所以他们呢会行公义，会坚持他们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去忍耐呢？我们要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心里要有这个盼望。第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第三节，这里读到，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里是有说到呢，是存忍耐和信心。我们要有这个盼望，我们才可以有忍耐。耐心、信心是让我们去忍耐的，去忍耐我们要受的苦难，去忍耐受的逼迫，去忍耐我们的受的挑战。我们呢要去在这个挑战当中、苦难当中，我们才可以学习到忍耐。那我们如何去学忍耐？当我想到忍耐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父子，这个父子组合叫做 Team Hoyt。这个儿子呢，他长大的他从小他就有这个麻痹症，然后呢，他的
医生就和他的父亲说呢，你的儿子呢，他不会好的，他会像一个植物人一样。那父母就说不，我会教育他，培养他长大，让他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医生说好，这是你的选择。所以呢，他的一生呢都要去抱起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儿子。然后呢，他们也要去找这个一个电子这个电脑呢，可以帮助他去沟通。当这个小孩他成长的时候，他有一个义跑，然后那个小孩就跟爸爸说呢，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个义跑嘛，因为这个义跑呢是为了这些残障儿童而举办的，然后我想与他们，我可以感受到，所以我想要去跑。所以这父子呢就去跑，他就爸爸呢就把这个孩子放在轮椅，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去跑。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在这个终点的时候，我呢，我觉得呢，我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我可以呢去比赛，我可以赢，我感受到了自由。就在未来的20-30年，他们呢，在每一个义跑，他们都会参加。他们也参加了铁人三项，他们参加了马拉松。他们现在还在跑吗？还在跑吗？因为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呢，他没有办法跑，可是他们还在训练着。这个爸爸呢，会抱起或者会扛起他的儿子一起去游泳，一起去奔跑。是什么让你忍耐呢？就是信心，信心让你去忍耐。爱心，充足的相爱，爱心。是什么让你忍耐呢？当你有爱心的时候，这是一个爸爸对儿子的一个爱心，这是非常激励人心的，激励了全世界的心。然后他们呢，这个组合就叫做 Team Points。然后他就问他们：“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如果你有脚，你可以跑的话，你要做的是什么？”然后呢，他们就问了这个儿子，那个儿子呢，他就就写在电脑，就说呢，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希望我爸爸坐在轮椅上，我来带着他奔跑。他们的这个爱呢是非常强大的，是没有一个缺陷是可以去隔离他们的爱的。他们的爱呢，就更加的增长，更加的强大。他们因此呢，才可以去忍耐。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的坚强？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呢，这个爸爸非常爱他的儿子，他相信他们可以做到。这就是我们如何的去明白，去明白忍耐，去相信主耶稣，去爱主耶稣。这就是让我们去忍耐，每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不管有没有疫情还是没有疫情，不管我们会面临什么，我们都要去忍耐。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已经有太多人他们放弃了生命。你去和 Uncle SD 去说话， Uncle SD 他那一天就和我分享到，我要和美杰说，美杰失败了很多次，我呢失败了20次。我在小学、中学，我都失败很多次，没有一个人呢是一次就成功的。那什么让你成功呢？就是你不放弃，你永不言弃。这就是忍耐的意义。你不放弃，你不放弃你的家人，你不放弃你爱的人，你不放弃你的信心。
你只是不停的去忍耐，去坚持。只要你明白了这个呢，你就可以学习到了忍耐。只有我们在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学习到了盼望。上帝给了我们这个盼望，是我们要去依靠的。而我们呢，要把荣耀都带给他。这就是我和 Uncle Henry 所说的。你已经做了一切了，你的儿子长大了，你做了你能做的一切的事情了。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荣幸可以在最后的两个星期与他同在，就是呢，要他呢去荣耀上帝，他呢可以呢。行事为人都可以与上帝的蒙召相称。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切呢？就是因为主耶稣。这就是保罗他祷告，为什么这样子来祷告？他非常感谢有这个盼望。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学习到的忍耐。当然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寻求上帝。We pray always. 在That as we experience the challenges, 当我们 we must pray. 经历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呢要去祷告。祷告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在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种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求上帝。我们呢，就是要把荣耀都归于他，给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恩典，而我们知道呢，这个恩典呢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要有耐心，要学习忍耐，不只是耐心而已，不只是咬紧牙关而已，而是我们呢也要靠着爱心还有信心。不管我们将来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不管我们的边界是否会开，不管我们的生命生活会不会一样。 Bethany 呢，他们呢在昨天呢有了第一个线上的这个婚礼，我有去看，因为呢这是之前来到这里的海外的留学生。然后他呢，上个星期昨天结婚了。他们要戴口罩，他们夫妻都要戴上口罩，每个人都要戴上口罩，这是非常有趣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活在的这个新世界吗？不管怎样，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还是爱上帝，他们还是去分享着他们的信心，还是要荣耀上帝。这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东西来到你的生命当中，都会依然保持不变的。那我在这里要鼓励你们，你们要继续的去忍耐，继续的去坚持，不要放弃。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上我们会面临什么挑战，随时都会来。生活上的压力是不会减少的。那可是呢，就只有忍耐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面临我们生活上的压力。忍耐呢，就是呢，我们可以保有我们的信心，尽管呢，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希腊文这里是说到的 hopomone， 是这里的意思呢，是说到呢，我们呢在信心在压力下面，我们都可以保持。
这就是忍耐的意思。我们呢，在主里的信心里面保持着，是有可能的吗？透过上帝的恩典，我们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呢要去呢，握紧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这个盼望，要去忍耐，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和爱。我在这里呢，也要鼓励我们大家，要去增长我们的信心，也求这个信心呢，就像保罗说的，我呢在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这就是信心可以做到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忍耐，去寻求上帝。让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这个珍贵的礼物叫做信心，也求你呢可以给我们这个恩典，帮助我们呢尽我们所能去完成我们的本分，去增长我们的信心，去忍耐，还有去存有这个盼望。我们也求你可以呢去祝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会因为世上生活上的这些压力被打倒，而是我们会在这困难的时刻呢依然可以成功。也求你呢给我赐予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是可以结果实的，让我们呢可以呢与你的名呢去相称，去配得，去行走，成为一名基督徒，一名信徒。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现在呢我们要唱读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非常美好的一首诗歌，是一个女士所写的。这个女士呢，她忍耐了很多，她坚持了很久，她不放弃。不只是不放弃而已，而是可以持续的去忍耐，持续的去面对。这就是这个女士，这个作者她写出来的这首歌。生命当中呢，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没有把她的信心给拿走。她写了很多首诗歌来去称颂上帝，尽管他在身体上面呢有很多的问题，他是瞎的，他是贫穷的，尽管他有很多的难题，他呢说呢，他写这些诗歌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为了要鼓励人心。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存有忍耐，在上帝的这个盼望里面呢有这个忍耐。这就是他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看到了上帝的这个信心。She understood such a profound thought as heir of salvation. By the way, this will be our theme for November. 这是我们呢在11月、12月会所看到的。Heir of salvation, purchase of God, born of His Spirit, washed in His blood. 被主救主赎回，为神后世，从圣灵重生，主血洗净。This is my story.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尽管有很多的疼痛，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问题，他呢还是可以赞美救主，敬业的唱和。这就是我们要有的信心。是有可能我们有拥有这样子的信心吗？是有可能的。上帝他是公平的，他给了每一个人同样的机会去增长自己的信心，而是我们是否能要去增长这个信心。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可以帮助我们去忍耐，在我们的信心里，让我们呢不放弃的去活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呢是可以归给你荣耀，是正义。尽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这个世界呢已经呢不走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道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呢去坚持，让我们可以紧握去依靠你的话语，然后呢去活出来。也求呢我们呢可以把荣耀呢都带给你，带给主耶稣的名。这个名呢是我们不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有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呢可以呢不白费你给予我们的这个恩典还有这个洁净，让我们呢可以呢行事为人呢都与你相称，帮助我们去坚持到底，去忍耐，不管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的，让我们坚持到底，直到呢主耶稣呢，直到神呢把我们召回天家。求你可以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